请问您知道非常光点宣判有罪的事吗？知道，那又怎么样？听说当时2005年，您是郑宝清先生的竞选主委。是，那又怎么样？听说当时您为了此事，半夜4点打电话给检察总长。对，那又怎么样？您不觉得让检察总长干预个案不太妥当吗？就算觉得，那又怎么样？您记得当时向总长爆料，却当场发现只是一场乌龙吗？嗯哼，那又怎么样？听说你的副总干事署名发放不实文宣。嗯哼，那又怎么样？难道这就是非常光点的平面版？嗯哼，那又怎么样？那主席还有什么话想说吗？不要再狗吠火车，我很遗憾，睡觉是人之常情，绿色执政，品质保证，即使错了，那又怎么样？